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非著名解说迈克尔杰克帅。这次做这个蛮王的视频，这个还是用的是我这个同学的号，没换回来。看一下双方阵容，对面是猴子、流浪、暗夜、老鼠，还有默默。而我们这里是盲僧、仙灵女巫、蛮子、魔蛇，还有暮光之眼。对面默默打野，但是我们这个盲僧不打野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样说的话，看到对面的阵容，我还是有点害怕啊，因为对面有，还是那句话，猴子，还有一个这个暗影之拳啊，这个暗影之拳阿卡丽亚，这也是相当犀利的，这六级以后啊，这个秒脆皮啊相当犀利，还有流浪这个控，木木是群控，我感觉对面的阵容比我们犀利，这个还是看后期吧，前期的话。不，有可能打不过，后期的话再看吧，看团战怎么样了。好，这个差一点就进来了。哎呀，速度啊！哎呀，刚才想做一个龙龟的，结果这个可耻的坑了啊，坑的这个都不敢选了。哎，龙龟这个，感觉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啊，还是。再过一段时间再玩吧过段时间再玩吧。哎呀，好，这个都召唤完了，然后进来了，好卡啊，这个哇这么卡，哎这么卡啊，我再把这个把这个做的视频啊往这个U盘里面拖呀，然后找时间发一下吧，这个在网吧没时间发了。这个魔蛇中啊，魔蛇中的话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肾去上路吧，我和这个露露一路卡了。好，这个队友还是很聪明的。好，我们这个露露掉线了啊，赶紧上吧。开战吧！哎呀，这蛮子，怎么说呢，蛮子啊，我随心而动。蛮子我也做过几次啊，然后输了啊，不是输了，就坑了。有点坑，然后就没那什么啊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全军出击。现在怎么说呢？感觉这个心有点乱，这输了一把心就有点乱了。如你所愿。中路是流浪。那我们的魔蛇这个打流浪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啊，但是对面有一个隐身的老鼠，隐身的老鼠，还有一个打野的木木。好，露露快一点吧。猴子单上，猴子单上，那猴子单下啊，单下，他是单下的。哎呀，卡。补兵，哎呀，又卡了，给他一下。哎，好，我们能打过。哎呀，这是这个进化啊！哎呀，跪了，不是这对面这啊，这啊，对面打得漂亮，漂亮啊，确实漂亮啊。哎，还是挺会打的。好，带眼吧，带血。这个刚说我坑啊，结果还真坑了。随心而动，随任而行。哎呀，这让我蛋疼啊！这个魔蛇退一下啊！随心而动。这一会儿，哎呀，果然，哎，魔蛇跪了。哎，但是流浪，哎，也跪了。哎，这个老鼠很会啊！
啊，老鼠也杀了一个，一次助攻。这个眼还是必须得插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又这样，又这样，徐若生啊，这露露干什么呢？露露，好打，好漂亮啊，杀了。好，这里插个眼，好插个眼。这个猴子啊，这有点激动了，他以为能杀了我，但是还是差一点他。哎，这个半天补不了兵啊。好打啊，推，能推多少推多少。走，猴子出的是血和三个血。呀，这跑跑啊，这跑！我是你最可怕的恶梦。露露能跑吗？露露，好吧啊，不去了。露露被这个追杀了。哎，这个老鼠真的很贱啊，这。好，我们的魔蛇来了。哎呀呀呀，这老鼠又出来了。哎，这隐身啊就是恶心。一刀好。哎呀，兵啊，对，补兵啊，没补到啊。啊，好，补兵。这个对付老鼠，哎，这个可以用这个蛮子啊。蛮子对付老鼠的话，它有这个 W 技能。哎，有人这个靠近的时候，它这个 W 就亮了。刚才前面也没注意啊，啊，现在，哎，亮啊亮，这是猴子啊，有猴子。感觉这个老鼠是应该没在这一路啊。哎呀呀呀呀！魔蛇，好好，能杀流浪，好流浪杀了，那盲僧跪了。真让老鼠给杀了，这个又变成逆风局了。好，淡定一点，淡定一点。上路，开战吧！现在3-5啊！我应该说对面打我们打得很爽。好，普遍啊！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哎呀！哎呀，中路啊！哎呀，啊，我们的蛇跪了。开战吧！哎，对面应该过来了，还没有。哎呀，中路啊！那我过去吧，去守一下中路啊。露露这个猥琐点儿，其实感觉现在啊玩蛮子也不好混啊。玩蛮子真的不好混、啊，
好，上路，这个老鼠很给力啊！达卡利还七级了。好，淡定点吧，啊，淡定点。哎，哎呀呀呀呀！进化啊，进化！一刀好，这虚弱一套啊，又是一刀！哎呀呀呀，好！啊，魔蛇杀了，但是猴子来了，啊，魔蛇要跪，那我就跑了。好，在这里，然后旋过去，好。哎呀！继续吧，现在6-8，差对方两人头。哎，好，杀流浪，哎，这上路可以杀流浪，哎，这都没杀嘛，这攻击好够了，就杀了，呀呀呀呀呀，好跑，啊，真没注意啊，啊，这得回城了啊，那还是得守一下啊，但是害怕猴子这个阴我。哦，目光之眼跪了，盲僧杀不了阿卡丽，杀不了。对面这个老鼠还来了，哎呀，没注意啊，我去，哎我去，这个得专心啊，专心。这个出了，带个针眼，这个我二了，果断二了。这刚关注别的路了，这，哎，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呀呀呀呀！我们这个露露又到没蓝了，露露。好，这个木木也得跪啊。哎呀，这把打得好纠结。这任谁啊，打成这种程度啊，就这一把都感觉恶心啊，真心的恶心。又控我，哎，又控我，算我这个回蓝快吧，啊，回血快啊，这里就慢慢回血吧啊。哎呀呀呀，有人啊！好，开大，开大砍啊，砍！哎呀，还是跪了！哎呀！啊，诗人这个要来早来啊，这早来的话，我也不用跪啊，我感觉。哎呀，好，我们露露也得跪啊。啊，没有，走，中路三个，那我去中路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杀呀，这老鼠，哎呀，老鼠杀老鼠，对，哎，没死，隐身了，这都隐身了，哎呀，哎，这里啊，碰到老鼠把老鼠杀了，哎，不错，打。哎，小子，这个屋有。然后继续啊。我们的下塔，上塔，哎呀，
感觉这个蛮子还是这个不参加团战了吧？啊，带兵线吧，这带了两个眼也没有差啊，这里差一个吧。好，打兵啊！中路，好，一换一。这中路都有残血啊！这，好好啊，好，这个流浪杀了，猴子啊，看到猴子了。那就果断走吧。开战吧！好，走。哎，你还敢过来？哎。好，这淡定点。好，开大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，可以，可以跑啊！杀呀，杀杀杀！好，我还杀了。这个露露和这个盲僧啊，很及时啊，给我开了两个大啊！这个我侥幸活下来了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活下来就，就这个，打兵吧啊，少爷。这个很爽。有这样的队友真的很爽。继续啊，继续。对面这个流浪啊，这个总是这个重新连接啊不稳定，这对我们还是有利的。哎呀，这木木又开大了，好吧啊，我们的盲僧跪了，不是盲僧，这是肾啊。这个插个针眼。好，这打不过，打不过，这不是打不过，是这个，老鼠一直在输出啊，这没办法。出装，出装，大剑，出个大剑。然后，带眼。真的是玩得很纠结，三四六。带兵线，我们上路没人去吗？这将会是场屠杀。好，露露去了。杀了杀了，这打！好，杀兵啊！这里开打了，这开打了就得过去啊。好，杀了，好，我继续带兵线吧。哎呀，这，但是我们总体啊还是比对方差一些。上塔没了。只有木木，那就走了。打了打他们的野。好。
过去啊，把他们的野都打一打。时刻关注着自己的 W。 哎，好，看到人了。哎呀，这连大都没开，直接就被秒了。这真没想到这个对方输出啊，这么高啊，这直接各种控啊。刚用了个进化他就开大了。好吧，这再继续啊，攒钱啊，出个无尽。哎呀，王们的肾啊，肾危险了。对了，好，这个蛇的大还是可以的。哎，杀一下蛇。哎呀，杀不了，蛇贵了。那露露脆啊，露露。好，露露也跪了。这残血啊，三个残血。哎呀，这三个残血把我盲僧磨死了啊，只杀了一个。好啊，继续打。哎，这个塔可以推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小龙啊，看能不能打一下。哎呀，这打小龙还是有点儿。哎呀，这看到这个老鼠了，老鼠好像过来了。好，这个大家这个帮忙啊。好，杀了啊。追不到就哎呀这里。好啊，这个木木也得跪。好，漂亮。这个老鼠带了一个先知啊，拆我们眼。哎呀，这几下错了，哎，激动了，这一上来就给套虚弱。哎呀，这浪费了一个虚弱。啊，这个塔，这塔得守一下。我去了。哎呀，卡了，别玩我啊。中路又开团了，果断打不过，都残血怎么打？好，这个打一下，这猴子打一下。好，这换了。哎呀，啊，蛋疼，啊，打得相当纠结。哎，这两路啊，啊，回城吧。走，这我去守这一路吧。那盲僧去了，那我再回去，再出个攻速吧。这个眼还没有插过，再买一个，一会儿以为不时之需。这老鼠，哎，我杀了十二个，哎，厉害，相当厉害了，这老鼠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现在他们可以死了。哎呀，哎，这W 亮了，这
哎，这位有人啊，这是退下退下退下。哎呀，这个 W 看到没有啊 ？W 亮了，亮了。哎呀，这都可以了，杀了啊！哎，这不活了，这现在。好，杀了一个啊，杀了，哎，又杀了一个啊。那虽然说不是我杀的，好，这开大啊，这插个眼。哎，好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我们的露露亮了啊，露露亮了，双杀。哎，这不，当时这个把我惊了，这个 W 一直亮着，说明周围有人啊。你看这个眼还差的有点慢，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你把对面杀了就好。啊，木木和阿卡丽，哎，差点把我干翻了。咱们露露还给我开了一个大，刚才。哎，这个猴子可以杀，魔蛇魔蛇魔蛇退，魔蛇退。随心而动，随任而行。呀，阿卡丽啊，好，我们这个各种各先知啊。好啊，这个。给他来一个，好杀了，给他来一个针眼啊，他就啊这个啊没有人扛塔，没人扛塔就退了。所以这个肾啊，这肾是送的，这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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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魔僧也去送了，打，好杀一个，好再杀，好三杀，好啊 triple Q， 好把对面团灭了。哎，这还是不错的啊，这我们这个魔蛇的大还是开的比较好的啊。好啊，啊他说帅不帅啊？帅。啊，退，对面复活了一个阿卡丽。啊，那就走了，走了走了。嗯，有大有大。哎，这个上路可以退一下。露露可以去下路清兵啊，这。好，露露要蓝 buff， 那就帮他吧。这生俩儿子了。走啊。这出装备吧啊，回去把这个红叉出了。好，然后带俩眼。哎，这眼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有用的。我们这个从劣势啊打到优势了，因为对面少了一个人，而且。几次团战啊，大家都比较给力啊。然后我们这个肾啊，还带了一个专门带了一个先知。哦，我啊没有。啊，这个秒兵啊，现在。呀呀呀！又来了。插个眼。好打啊打。打。把这个老鼠，对老鼠，好，好爽啊！这个又把对面团灭了，啊，又三杀，哎，这个又三杀，好，对面投降了，哎，这个后期爆发呀、啊，这又三杀，刚才三杀，现在又三杀，哎，太爽了。这次啊，这个虽然说前期啊打得不怎么样啊，各种蛋疼，各种纠结，但是后期还是很给力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别坑我，这掉了吗？哎，这个应该是掉了。啊！哎呀，这个不出来吗？你出来吧，孩子。哎，这个看一下我战绩啊。
看不到啊，这。好吧，这一次啊，这个蛮子啊，这个视频啊就做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如果大家想看这个战绩的话，倒退一下啊，倒退一下就能看到了。好，这个谢谢大家啊。